要过你要你困的，钟教练用心啊，我在刺他，在刺他，在刺他，希望他追一分回来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，落在线内，哇，这个球落点相当的巧妙，刚好在线内呢，形成了安打。也是要打破钟教练讲到的这个前五局平手的板路。球打击的是张正伟，今天个人的第二支安打，哇，也连四场啊，至少有两安打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砸线，刚刚打在线上，不过这个线比较不标准，没有冒烟。昨天的那个线哦，新装那个线比较标准，黑混入浅给